美综合报道，李玉芬近日与维密赴泰国度假前庆生，15日在 Instagram 晒出与宋美龄的合照，宣布自己当前妈，并首度曝光对方怀孕五个月的凸肚照。宋美龄身穿比基尼泳衣，开心对镜头比 YA， 并露出怀孕五个月浑圆凸肚，她的四肢仍相当纤细，腰间也没出现任何赘肉，丝毫未受水肿所扰，性感指数不输李玉芬的爆乳，好身材更令不少女性羡慕。宋美龄稍早晒出泳装照，她虽穿薄外套入镜，但胸前因怀孕胀足，从原本 A 罩杯升等称 C 罩杯，神沟穴属不知欲出，以巴成为此泰国行最大亮点。李玉芬前曝光宋美龄后凸肚照，摆设自 Instagram， 宋美龄因胀乳罩杯二级跳，摆设自 Instagram， 宋美龄目前怀孕五个月，摆设自 Instagram。